啊，来啊，干啥呢？这才接电话呢？啊，知道今天啥日子不？瞅你这臭记性啊！今天是咱们哥仨磕头一周年的纪念日，可不咋的。大哥今天做东，你赶紧告诉老三一声，大哥请你们喝酒。啊，老地方，就浑河岸边，咱仨磕头那个地方。喂，喂，紧要关头怎么还没电了呢？耽误事儿，还行，反正这地方告诉他了，一会儿就来了。你说我呀，我这当大哥的呀，不能不照顾弟弟呀，一天事儿也多。哎呀，你看看。现在城市变化得多快呀，多好啊，这都安护栏了。请勿把头钻入护栏。你说立这牌的人，你说是不是有病啊？谁脑袋是不是要驴踢了，还是要抓钩机给抓了？你立这破玩意儿干啥玩意儿？还能往这里塞呀？是咋的呀？干啥呀？不，我就琢磨。不是你们是来看风景来了，还是看我钻护栏来了？要是就能拿不出来。哎，怎么样？轻轻松松的就钻进来了吧？对不对？呀。哎呀，你妈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妈，你卖单不怕事大呀？哎呀妈，你看我就说我不钻，你们非得让我钻，我还等我俩兄弟吃饭呢。你说这不耽误事儿吗？你说，哎呀妈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人呢？说好了见面，大哥，兄弟呀。你赶紧看，帮我整出去，卡这儿了，大哥啊！你这是练啥活呢？我练啥呀？我练呢，我卡住了吗？这不，那怎么？你看看怎么整？帮我薅一薅，能不能薅出去？没看着那有字儿吗？那不有，那不写着呢吗？看着了，看着了还往里钻，那不明明写着。请勿将脑袋往里塞吗？不是，老啥呀？那往里塞那仨字搁哪呢？不是，不是，往里塞，你别跟我这强调。你怎么挺大个人？怎么你小破孩啊你啊？你是不是诚心的，大哥？你是请客。是不是舍不得花钱呢？不行我花呗。不是啥呀，你要这么说话大哥可不爱听啊。我不就是看着这个字儿我来气了吗？那你说立这玩意儿告人家，那你说谁脑袋让驴踢了啊？我不就看着来气我就试试吗？我你还搁这说那些没有用的，就你能耐，有能耐你钻呢。哈哈，说完那些对不对？大哥你啥意思啊？我啥意思啊？你信不信兄弟钻都比你钻的潇洒。哎呦我的妈，还潇洒？你钻一下我看看，来我看看怎么潇洒。不用这么激我，行不行？来来你钻呐，钻呐，不就钻个破护栏吗？谁怕谁呀、啊、我信不信我钻的肯定比你钻的好。哎呀，这钻个护栏还能比我钻的好？轻松不？那你出去呀、啊，出去啊，能耐呢？
不有能耐吗？不跟大哥较劲吗？啊，大哥，我好像也出不去。这咋的？你还以为你比我有能耐呀？你能不能不跟我俩呛火了？不让你跟我俩呛火，我能往里钻吗？那怎么我让你钻，你就非得钻进来呀？我没整明白，你还没整明白吗？现在咱俩能不能不研究整明白整不明白的事儿？我现在就想整明白一件事，怎么能出去呀、啊，哥？大哥，我也，哎，大哥，是不老三？大哥，老三，哎，人呢？你又迟到，人呢？大哥，老三，你往前来。哎，大哥，二哥，你俩玩啥呢？你别闹，脑袋拿出来，不定好出去喝酒庆祝去吗？你能不能别闹？你自己喝去吧，咱俩这样，你觉得还能有出去的可能吗？